据媒体报道，加拿大创作型歌手威肯上个月末正式与前女友塞琳娜·戈麦斯分手后，新绯闻不断。本周五更是被拍到约会贾斯汀·比伯前绯闻女友尤凡娜·文图拉，并且两人被拍到乘坐同一辆车，在车里威肯坐在后座上，女方尤凡娜·文图拉坐在他的身旁。而就在这不久之前，塞琳娜·戈麦斯回到了旧爱贾斯汀·比伯的怀抱。尽管目前还不知道威肯和尤凡娜·文图拉之间是否是恋人关系，但这一情景还是有点讽刺啊。